明起来，希望你写的很干净。我可以冒昧问一下你的年纪吗？我65。话墙对妈妈说的第一点，就是说不会管我，但却冒充网友加我脸书。很可怕哎！小米，冤枉啊，大人！我没有冒充啊，我只是用我的英文名字 Candy 加他，你叫 Candy 有错吗？你有放头像吗？头像放别的女生，我有放别的女生，你放别的女生，我放别的女生是因为妈妈曾经长得那个样子，我不能放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那个样子，不行啊，这就不是你啊。他跟你聊天吗？他里面有套话吗？对，我国中，然后跟我聊天，然后还会就会问说，今天去哪玩？但从来没有约过我，我觉得奇怪。女生跟我聊天，她不约我出去，问我去哪玩？哦，等都套你话的，对，所以你有被骗了一阵子。那你有约她出去吗？我有问过要不要一起看电影，她说没空。我是真的没空啊！天哪！你知道，我们加入脸书就是用妈妈的名字加，想也没有想过会有妈妈。那也好险，他没答应你的邀约，不然一见面是妈妈，有多巧对啊！因为他国二的时候正好是叛逆期，叛逆，然后跟我聊天互动变少，因为他什么都会跟我聊，所以我才想说，哎，看一下他的脸书都是些什么朋友，然后如果说我约他出去或是要跟他做朋友，他会不会就是说要考试的，他会那个荒废他的学业，然后都花在跟我聊天上面。不应该测试人家这样子，对吗？那如果万一有一天他跟他约出来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感觉不对的话，我就会那个了，我就会退出。而且我妈连可能约出来，连他后来一直问我说那个 Instagram 怎么用 ，Facebook 怎么用。然后叫他，我只是要去帮你按赞，聪明报家自由，你知道吗？我那种凌晨按赞，然后可能现实动态拍谁，他的一群友，他回来会问，我说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你那个在动，有出现，完全被掌控。我是有一次被他发现，是因为他们有几个同学在上面讲脏话，不是他，然后你知道妈妈就忍不住嘛，跳出来，我就突然留言说骂脏话。不可以说脏话，你知道那种在自己的脸书上，然后慢慢说不能，对，有一点铁情绪嘛，那个叫做 locker room talk， 在 locker room， 在我们的跟男人在更衣室里面都会攻击瓜果气啥，对，而且 Facebook 都是一些就是同学打讲屁话，对，就自己的讲话方式，那个川普被道路了一段有没有？也就是他们就私底下男人 men's talk 嘛，对，一定是攻击瓜微博果气啥了，哎呦，最近长大哦，哎。有成长了，真的有成长。男人家因为都聊就543的嘛。对啦，我承认那时候这样是我不对，但那时候就是一个妈妈，有时候想要知道孩子说，哎，最近他都在做些什么？对，怕他被网友骗，因为那时候很多都约网友出去，就被仙人跳的啊。不会的，没有人跳我了。那网路跟马路有什么两样？我不用在网路上骗，在马路上也能骗你，也能跳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怕他受骗，那时候才会冒充网友。他已经被你骗了。OK 啦，你也一本，好吧？陈宇桥的写真集，对，他现在不行，赠送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现在懂啊，刚好，你现在最需要了，给我老公好了。哎，你老公帅帅吗？太帅。第二一点，要我学开车，但是我真的考驾照之后，又说又禁止我开。这一件事情，我真的要请爸爸妈妈评评理。考上驾照了，我就说，那你要多开车才会熟悉。对啊。然后第一次呢？别人车子来碰他，碰了一条，而且还是宾士车碰他，然后对方要他赔，然后还好我去调行车记录器，发现是人家来碰他的。第二次呢，开回我们家的停车场，我们家停车场已经够大了，我一下去，他电话说妈妈，我说什么事？他说我刚停车，我说然后呢，前面撞凹，我说你不是在我们家楼下停吗？他说对，因为我一直看后面，看后面，我没有看到前面。第三次，第三次啊，又开车，又被碰到，还是同一个宾士的。冰室了，是他也是去碰到人家的那个车子后面，但这个应该是越练会越勇啦，黑啦，你不给他练习，他所以我老公车都不修啦，对，这样是对的。问题是他三天两头，那正常啦，因为我妈禁止我骑车，那因为我觉得骑车很危险，所以你如果要我开车的话，一定要让我练。
不然我不可能到我二十五三十都是这样子，不就不能骑车也不能开车，对啊，这也不好嘛，迟早要练，绑他，所以我觉得迟早要练的，对，所以是我不对吗？当然是我错，可是只要发生事，我就会去解决了。你儿子口才好好，讲到我没有话讲，口才好，帅又会讲话。恭喜你儿子是王中平改良版。说话速度很快，讲话很清楚，通了也很清楚。妈妈已经讲到 A B C 去了，爸爸还在那 A A A， 起驾教啊，啊来速啊，爱速男，我爱速，爱速男，来一起来看看这个调查一下，来。这是我同学，我们班的，他叫 Mina。这是我南部带来的名产，希望你喜欢。你来，我可以冒昧问一下你的名字吗？我认识我名字，认识吗？因为我很早就到出社会，对，所以现在出社会，然后这几年再回大学。那等一下你们同学还要跟你们碰面吗？同学是他们要去看电影，那我想说等一下看他要去哪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有急事，所以会先离开。当中啊，假的。所以就觉得找一个，我们现在先不要这样。是不是？而且我们要同居。什么东西？我们要同居。你是傻了是不是？你不会找房子。如果真的找好房子，你执意要同居的话，那你就不用问我啊！说你找好房子，问我干嘛？没有，因为他其实他家里的状况不太好，他自己先半工半读，他又在上班，然后我想说可以跟你借钱。等一下。说什么？你要跟我干嘛？借钱吧，付你房子的钱。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这么多的多余的钱去。所以咯，这就是重点咯，你都没有能力了，然后交了一个大你这么多岁的，他还比你更穷。重金求人哦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这样，我现在没有办法。我不了解他。我今天才看第一眼，我怎么会了解他啊？所以你也知道你才看第一眼，然后你就用这种态度。我态度很好，别的妈妈可能早就翻脸走人，我还坐在这边听你讲他，我还叫态度不好啊？喂，你看好戏了吗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有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对，非常严重。你拍完戏就马上回来。哎呦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很严重哎，可怕！小我四岁叫我阿姨耶。哎 ，Hello， 嘿，重点不是重点摆错了吗 ？Hello， 叫你妹妹就 OK 了。重点摆错了，像话吗？好，哎，宪哥，你儿子几岁？我儿子18。你能接受他带个40岁 ？OK 啊。真的吗？对不起，我会错人，我会错人，确定？我会错人，你学 OK 了。讲真心话。他但那个女生的爸爸是一个大名人哦，很有名，李坤城，爷孙恋，爷孙恋，哎，喂，哇。
没有别供了。而且以他的年纪，你说第一个这么大就已经算了，第二个还环境，我们不是讲人家环境不好，是啦是啦，就是他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了，都还要再跟我借钱。借哦，对呀、啊。那如果他交了一个40岁，然后可是他超有钱，然后可以养他、哦、一个月给他30万，那就不一样。给谁30万？就一个月都可以给他30万这样，还买房子给爸妈住。对, 对，然后买跑车给他，顺便照顾你，照顾你，买很多树给钟庭院里面种满了，这样可以吗？都是树，但是40岁哦，然后叫你阿姨。我觉得可以考虑，但是可以考虑吗？在那边吃亏，在那边吃亏啊！反正他们相爱、啊，我会问他那个可不可以，我老公先让开。好了，儿子流程。叫我姐姐，叫我姐姐，叫我姐姐。对啊，你女朋友都会带回来给妈妈看吗？没有，之前是会公开等分开了啦，会出去吃饭，就是可能妈妈生日会带去吃饭，一起。哦，真的哦，那蛮乖的，因为他什么都会跟我讲，然后他的女朋友。我都会跟他一起吃饭，有时候甚至我的通告服我都会让他给女朋友、哦哦、所以他第一次那天为什么会带40岁，因为我一看到长相、嗯、其实我大概就知道有点年纪了，嗯嗯，然后叫他叫我阿姨的时候就第二个火怒火中烧大火焦焦就没送，第三个他既然说还要同居，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答应啊、哦、大学而已，对，但是儿子呢，我们也不损失。嗯，这什么是什么观念啊？哦，那你三个女儿损失蛮大的哦。哦，那不行哦，要关起来哦。喂。